该买啥就是明白吧？明白吧，猫哥？我是明白。明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火山。现在是国庆假期啊，赶紧带猫哥、我爸、我妈来逛一逛家具。自从交房之后啊，每天脑袋瓜都嗡嗡的。第一站，现在朋友推荐的一个百川家居公园，是吧？我们来逛一逛。之前早就想来了，一直没时间。逛起来呀、啊！走起。这人还真挺多。这个。你爸咱看中了啊！相中咱们就买你。今天你们相中啥，我买。哎呀，今天全场消费丈母娘买单。明白明白，随便挑啊。我就逛这有劲，我妈就来逛这来劲。他要是不要钱给我才有劲。他这个一口价就是不还价啊？对，他就是固定的，他就是已经是最低的性价比的那种。哦，你走哪疼呢是吧？家里买个这种的，这种软软的，是不是还挺好的？够咬我，我买这样软的，还得放住那个狗嘞。这我们买沙发，还得为小气量身定做。那你以为呢？我这一个耍子，那个是沙子，细了吗？耶，这个是放狗咬了呢。是，就是的，咱这耍子没人。那你得看这个底儿，底儿不能是木头的啊。咋样？可以。这二楼是啥风格？二楼应该是那啥风格，妈妈，美式。这啥？这得有个别墅呀。那咱那60平，你整个这占地儿。哎，这个是儿童的，还挺漂亮的呀。哎，这个桌子挺好呀。7000多。这感觉咱家的房子没有这种气质。看看伙计啊，走哪躺哪。倒是能理解啊，你现在这状态。哎呀，皇位，这皇位，你看还上吗？哎呦我的天，登基了！您来都来了，再不坐一下，不白来了。小猫子，大胆，往哪儿坐呢？你赶紧退下，没有那气质，下来吧您嘞。有褶吗？坐上这是不是没褶了？哎呀，更深邃了。猫哥，哎呀，看看这个沙发，8万多。这有点豪华呀。我妈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咱我们家的门都进不去。我真不是嫌它贵啊，咱也不是买不起，就是这个风格不搭。嗯，就是明白吧，伙姐单纯的不喜欢这个风格。单纯的不喜欢这个风格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知道，不用解释这么多。咱妈家房子能用这个？哎，差不多。那个，那你给我们买啊，200平左右的房子差不多能用。能用呢，然后你出钱呗，你这允许啊？谈钱色变，色变，这不会是鸵鸟蛋吧？显着呢，真是鸵鸟蛋。哎，走啊！这个我喜欢。这干啥的？看这一个一个收纳，不是为我量身准备的吗？然后呢？对，要不要喝？哎呦呵。给你脸了，那点看有着落了，伙计。这设计的太美妙了，这个东西。看咱妈啥意思？看中的东西多了。咱妈不同意。照说实话，伙计，这品类真齐全，有现代风，有欧美风，有北欧工业风。这应该是古代风吧？咱妈逛累了。看看软不软？咱妈是实验的，逛累了。对了，我看她的床。啊。你当跟我似的呢。我可不累。这底下这个空隙，这些狗毛啥的都能拖出来是吧？它是底下空，搞卫生是吧？还能放东西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这还有个全屋定制啊，这相当于一个样板间是吧？这个风格应该挺适合咱们家的。哎，是这个适合年轻人。人家喜欢这是吧？这个壁橱颜色挺好看啊。嗯，对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风格。感觉咱装个房，这全可以全包了。你不一直想要个吧台？我的梦中情吧。这吧台的作用就这。娜娜，我应该在那儿做饭。你在哪儿？应该在那儿做饭。猫哥加油！哎，你看这个是儿童房啊，看看孩子喜欢吗？我问问他，要不？啊，你喜欢吗？明白明白。咋？他说爸爸买。哎呀，灯，买这个灯。你问咱妈，你别问我。嗯。今天咱俩就是联合起来让咱妈那个啥。你不好使是吧？这统一战线，你懂吗？我这小棉袄都快成背心了。看我伙计啊，一个大孕妇啊，
逛累了啊。太能逛了，这家店真能逛，啥风格都有啊。他这个店太大了，哎呀，逛累了。主要是整的我现在对咱家的装修风格又迷茫了，这还没上楼呢吗？四楼有那个，就那个什么别墅小院的那种，就露天什么秋千乱七八糟桌子了啊，咱们室外放呢。我看了看了还不够生气的，但是我们今天还确实看上了很多东西啊，相中他家的橱柜啊、沙发呀，还有一些柜子啊啥的。小到碗具都还比较精致呢，家居服我都看上一套，他那个床帘啥都不用搁外头买，窗帘还有窗帘行，咱今天就把有意向的都反正我们都记下来了，下次就该买啥就开始了，该买啥就明白吧，明白吧猫哥，我是明白，不明白两手空空来的，两手空空来的，这逛的是一个比一个嗨啊。咱爸呢？找咱爸是吧，咱爸靠不住了，找咱爸，找咱爸找你妈呢？找你妈！你看你这娘们俩一挑衅啊！相中啥我给你们买，不用管。我就等咱妈这句话。哎呀，白眼狼！